在跑步时，你注意到自己的呼吸节奏了吗？很多人都知道跑步时呼吸的节奏很重要，那你知道跑步时应该如何呼吸吗？如果你是刚开始跑步，或者只是偶尔跑一下，那么你可能还没有在意呼吸的节奏。但是随着你越来越多的跑步，你会慢慢开始感觉到呼吸节奏的重要性。而如果你是热爱跑步的爱好者，那么你会发现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呼吸节奏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为了在跑步时实现有效的呼吸，将呼吸和运动整合在一起会有所帮助。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了人类应该如何协调他们的呼吸和运动，发现跑步者的步伐会影响空气如何通过呼吸系统运动。研究结果表明，以有节奏的步伐与有节奏的呼吸有助于减少跑步过程中对呼吸系统造成的压力。在跑步时深呼吸，可以采用间歇性深呼吸并用力呼气，以帮助放松姿势并恢复稳定的呼吸节奏。